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单机群侠传。游戏是武侠与求生的结合啊。因为单机嘛，就可以直接来玩。好，一开始这边能用的就是小虾米，这边有三少爷、江小白、阿青，那我就只能用小虾米。哦，小虾米的话是那个《金庸群侠传》里面的主角啊。好，东方不败，他这是明目张胆的用金庸的设定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吧。那一开始是会教我们如何生存哦。这边有锻造台，我们盖一个锻造台。我刚刚有稍微玩一下下，摸索一下。好，有了锻造台之后，就可以做这些材料。好，这边材料的话，这些资源要去后山挖。好，有武器呀，大家看一下，工具啊、防具啊，自己做。好，锻造台做完了，然后怎么没有教学的？难道他知道我会玩了就不理我了？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出门一下好了。首先我们要到后山。哦，后山有各种资源，然后这个是春天，这是目前的那个天气，然后这是我玩的天数，然后这是时间，时间的话是那种沙河，它会一直跑一直跑，然后这是现在的温度。好，我们这是外伤，可以吃药恢复；内伤吃药可以恢复。好，这是饱食度，你要吃食物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精神，喝酒可以恢复。气血、睡觉可以恢复，啊，这边可以挖矿，我们就随便挖一下吧。好，全部拾取，然后这也可以随便挖一下。那我们精神跟那个饱食度会下降。好，然后这也可以砍柴一下。多砍一点啊，多砍一点。我们待会可以多做一点东西。好，然后草的话，兔子可以打猎，打猎的话有肉。我那战斗是那一种，有文字叙述啊，说你做什么事情，打什么东西。我们拾取一下好了，我们可以先回去好了。好，进入。我先来那个，有资源了，我们来做下床。这个兽皮不够，好，待会再做床。床的话，睡觉可以回血啦。那我们来，装备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法，还有武器，还有布甲、防具。这边防御率、攻击力就会上升，然后这边有五星功法吧，这边我还没玩到啦，哦，我刚刚都还没玩到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去。去后山采一下资源。好，你们没有教学的话，就自己慢慢摸索也是 OK 的啦。打狼一下。他的那个引导，这次都没怎么跳出啊，刚刚还会稍微引导一下，这次就完全没有。他把我当做新手是不是？你要先拾取啊，再挑战。这个狼比较强啊，我不想打狼的话，打兔子好了，因为其实经验值差一点点而已。你看我现在一等嘛，这个待会经验值会加一点点，应该会加，哦，加2131嘛。
那你看我们打兔子，直接秒了吗？23亿啊！哇嘞！这偷我东西啊你臭小子！真有你的啊，偷我东西！我东西被偷了，可恶！好，我们盖酒桌，因为你要喝酒的话，没有要酒桌啦。然后我要喝酒嘛，我就要有这个灶台啊。应该说这个灶台是做食物，然后有个酿酒，这个是酿酒。好，这个资源你要去刚去那个后山那边采的。那酿酒的话需要水果和那个水。我们这可以做食物。好，你做食物需要烧柴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好，这个游戏我们再玩一下哦。待会再来这个神医居，这边有任务啊。好，一样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，就先挖矿嘛，先把矿挖一挖。多拿一点资源，待会再开始做任务，就先搞定我们的生存。这个乌金干嘛的啊？8小时哎、欸，有个久的。我们先砍木材吧，多砍一点木材。然后水果，做食物嘛，做酒啦。那我们打猎一下。稍微练等一下。好，升级了，我升级了，内力升级了。我满了是不是？我背包满了、啊，感觉我背包满了。好，有玩过那个《金庸群侠传》就知道这个大地图的感觉就是这样。以前小虾米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啊。好，这边有练功房，可以闭关是不是？他挂机呀，好像挂机耶。我们来酿酒一下。喂喂喂，我要自救而已啊！哎呀，闭关中，可恶！闭关中好像是挂机，是不是？取消一下，取消一下。开玩笑，那是挂机，我又没有要挂机。我先教大家如何酿酒，就水跟食物，然后还有这个酿酒器。然后你要喝酒的时候，需要那个酒台。然后我们大概喝3瓶酒的话，这个就满了啦。就是你如果是干的情况下，你这个精神如果是零的情况下，大概喝3瓶酒吧。我现在喝一瓶大概就快满了。然后食物的话，你就要吃嘛，吃东西。从直接背包应该就能吃了啦，背包打开就能吃了。这个是背包嘛，我们直接吃烤肉。有没有食物就满了？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哦，生存的东西，盖床一下。你如果受伤了没有，你就可以睡觉，睡觉回血1小时、3个小时。这个是游戏的时间，比如说这样，你就会回血。但我现在血是满的啦。这边还有药箱，我们需要3个木材。就是这个有一个木材，就是比如说有东西可以盖，我们可以盖。好，我来伐一下木，把那个药箱给盖一盖。这个草不知道干嘛的、欸。
这好东西有书架，好吧？好了好了哦，书架的话就有武功啦。哇嘞，武功的话要怎么拿到？我不知道，感觉是图鉴哎、欸，真的是图鉴。我现在只有那个基本的剑法而已，基本的而已啊。你看我都用基本的、入门的、入门掌法，哦，入门心法，好吧。这个是图鉴。欸，有点卡、啊。我要点这个点不到欸。要点下面一点，点太上面会点到床。好哦，这个一样要这个水啊。还有这个降真香，我不知道去哪拿。三七采集得到。哦，三七一样在那个后山有。三七可以换那个钱，找这个神医居。我们待会过去看啦、啊。三七在下面，我这边哦，降真香在这里。它有那个数量，可能你采多就采没了。我们多采一点，因为那个神医居那个 NPC 他需要。啊，没了。哇，要等55 H 这边会慢慢跑吧？好吧，好，这边有降真香、水井，水井就很快哦。好，野菜，肚子饿的话可以吃个野菜啊。好，先这样。打狼有兽皮啊，打兔子有肉啊。兔子可以顺便练功啊！好像拿不起来嘞、欸，我这边又满了，好像他这个只能放5个，我现在背包不知道能不能扩充啊。好，我们来这个神医居。好，跟他对话一下，他会要这个，哦，万里独行田不借，哦，田不借哦，不是田不借，好吧。以前那个《笑傲江湖》那是叫什么？田伯光啊，怎么变田不借？不借和尚，田伯光变成田不借哦。他在地图最下面，不借居哦。所以他要我们干嘛啦？他那个药材可以跟他换钱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的好感度研究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拜师没有不够，打不过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点他这边好感度，我们送他一个就可以加好感度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没有爱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赠送，这是赠送，然后交易，你可以跟他买东西，给他三个，哦，5个是不是？跟他交易，好，我们赠送，水可以加好感度哦，怎么好笑啊？好，任务顺便完成了，哇，半颗星的，半颗星的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哦，这边，我、哦、这边不借居，他刚告诉我们这边有那个田不借嘛，就要来这边找他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。好、哦，我也是新手啊，只有先玩了20分钟，十几二十分钟这样子，然后玩给大家看，因为他没什么教学啊，没什么引导。平神医啊，杀人平一子啊，好不好？就是要救一人就要杀一人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啊，打得过吗？不行啊，一样要去打兔子跟狼啊，好不好？好，
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，想玩的就来吧，就在这个地图上闯荡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家，生存结合武侠，好，单机群侠传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